今天做一道菜，做油焖茭白吧。所以这个茭白呢，不是新鲜的，我们这用的是冷冻的。所以茭白英文叫 water bamboo shoot 茭白。所以我们用水先洗一洗，然后呢，切成滚刀块，这个滚刀块，对吧？然后待会准备用开水稍微淬一下，去点那个蔬菜的味道。开水烧开，加点盐，加点油，在里面淬个30秒，去取那个蔬菜的味道，然后沥干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茭白啊，水分挤干，待会烤烧的时候啊，那个味道 sauce 就容易进去，把全部这样挤干。好，起锅烧油，开始冒烟了，对吧？我把这个茭白饭取浸到里面，浸好一次。油焖茭白有一种，就是羊肉饭。大家看到吧，大家要 golden color， 金黄色，对吧？这个放盐、盐跟淡油有一个表示，这个三个色。再搞点老抽，颜色上，然后稍微搞点盐，避免翻脸痛。好的，搞点白糖，搞个一勺白糖。放一下，我加点酱。来，弄好之后呢，盖上锅盖，用个中火焖上个2分钟，那个 sauce 进去，然后可以搞点葱花，去锅装满，撒上葱花，放两下，准备出盘，出锅装满。